你这吃老了嘴里怎么舍得？不正脸的，多吃点。我这也可以变一下，再变一下，25斤，就你就两倍变就。两倍，为什么？哎，让他自己吃。喂了。可能不出来了，还是干嘛？啊，我准备到5倍。好了，那我们给你2倍。啊，3倍的。只有我能吃，看来又拿一个大的，拿耙子出来，多好玩吧？看，还没吃一次。接蚊子呢？他让他回屋睡觉是吧？不是，他们是干啥？捡蚊子。他在这是不一样，是不下雨。那这孩子写啥呀？刚立的牌子啊。啊。就是咱们撤呗，就行，咱别拍了，背着他走，走吧。没这意思吧？哈哈。吃一口。吃了，苹果吃了，我嘴里呢。长颈鹿也快了，别下来。想着长颈鹿。就是不下来了。上不了。下不来了。他就不想下，下不来。不想下。哎呀，苹果都吃了，吃了吗？让他下雨，就够他讲。我爹呀，还给他抱起来了。这爹还真贵呢。爹没事还得吃了两句不顺心，这人敢吃吗？不下，咬他，小雨咬他。大眼巴子。就是不下。哎呀呀呀！他拉那小爪子，哎呀，挠他。回答。这个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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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呀，双管齐下。天哪。又是苹果又在干嘛。哎，那是那块有一个。那块咱们。哎，那个自拍杆。哎，你不要不要不要挡镜头。下个月我没录，你咋事儿没到？那个咱们拍不到啊，那个大太爆了，这个来吧，特别的好重啊，是吧？好呢，好呢，妈妈还来笑，小米棒了。崩了，他有点卡住了。他就是不下来。下了。他得上面守着他，要不然他一下又爬上去。小鱼塞金了。小鱼聪明的很，聪明的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人，你看，上面其实只能算3到4个。下一个楼下，毛毛蛋还会出来？肯定会出来了，因为给他放了很多水了哈。我一萌萌出来，他们两个又不出来了吧？有可能。真懒呀、啊。搞不好睡觉。可能是、啊。等等吧，我们再等等啊。他那熊猫是啥熊？往地一躺就动弹，挺不烦人的。一样的。不吓人。没办法，真这边看不到了。熊家不要面子了吗？熊家不要面子，这样子这样子滚别了。滚一下他就下去了。这他们挺安逸的，你不愿意下来，就再不愿意下来了，是挺香的。奶爸奶妈，熊家还是要面子的。这次面子挣回来，一个人抱。真的吗？